过生日的时候会收到一样很特别的东西哦，最重要的贺卡。不会煽情吧？张欣不会是张欣，仪式感还是蛮那当然了。哇哇哦！这不是张欣同款吗？张欣给你的，好可爱！张欣给我的，张欣给你的。OK， 还搞这些算账？怎么？